3月11日，张艺兴在某媒体访谈中畅谈父亲梦想清单，称女儿很好，但自己更想生儿子，也希望孩子以后的工作是医生或律师，并不希望他以后进演艺圈。我的儿子，我不鼓励。谈及自己的孩子，张艺兴表示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医生或律师，最好不要进演艺圈，而且他希望孩子可以喜欢文艺，陶冶情操，可以教他弹钢琴。希望他以后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好的律师，可以喜欢文艺，可以喜欢去陶冶情操，去练钢琴，学习做音乐，我都可以教他，但是不会很支持他的发展。张艺兴还明确表示希望自己有个儿子，最好有5-6个，女儿呢有一个就好，而且自己会惯着她。他还表示希望自己的某一个理想目标由自己的儿女去完成。让他，我希望我生一个儿子嘛，我希望生5-6个，有一个女儿就好，女儿我觉得肯定还是让她我来惯着她。对，可能我做完艺人以后，我希望我还有别的一些目标跟理想可以让儿子或者是女儿帮我去完成。非凡娱乐整理报道。月风红醉了秋。